I afraid and hyper. Very scary. Afraid and hyper. Very scary. 第一次吗 ？First. First. 我在天祥，我是我们另外的天祥餐厅的厨房。现在我下山的时候，会请这么厚啊，大概两公分啊。心情怎么样？心情比较开心啊。不好意思哈，我要等的火车我要回桃园，我已经在这边待了30年了。啊，你有没有从就你在花莲待过30年，有没有遇过类似这样大？没有。有没有比0206还可怕？啊，对啊。